这两天我们请回来这三天加三个是加好的葱姜，给他喂点面包虫。太能吃了，这三个家伙。只要一动到它，它一张大嘴巴，赶紧咽啊！塞在它嘴上来一直叫，可能是食物型小啊，它不够硬啊。来，再加一条，它不够硬啊，它就不咽下去。长这么多羽毛了，看三个小家伙长势非常好，说明它很健康。昨天和今天的变化，昨天刚刚长出来的一点羽毛，看一下今天长了这么多。估计再过两三天得会学飞了。三个小家伙。